2022年1月25号，好，是我今年第一趟的这个海钓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马来西亚娱乐杰奇。是的，我又来到了北根，终于又来到了北根。好，感觉有两三个月了吧没过来，因为这个封港天嘛。那其实现在还是正值封港天的，只是说这个天气预测呢显示这个大概有10天的时间嘛，这个窗口比较长，有10天的时间风浪会很小。前几天哦，之间已经传来了捷报，好多鱼啊，我哪能放过这个机会吗？虽然临近过年了，强硬的硬硬的抽出那个时间过来这里搞一搞。好，这一趟呢我们将在北根玩2天的海钓了，主要还是以 jigging 和 bobbing 为主了。好，我们现在穿过这个水道，然后出发了。刚来这里钓鱼啊，我最爱吃的早饭就是这个咖喱牛肉饭。中了一只法老王啊！看看我第一条钓到的是什么，这个叫什么花枝啊，法老王，我们这边叫法老王。看它体型多大，我第一条咬我铁板的居然不是鱼，而是这个家伙。两个人一起中，哎呀，不是斧头鲳啊，遇到那个闷仔群啊，海雷群啊。蒙仔海雷啊，哇，两仔哥，居然海雷啊，钓到旗鱼啦，轻轻点把钓旗鱼啊。 yes， 哦，还好断啊，脱掉，哇，要不然有排搞。轻型铁板搞到旗鱼会非常累，脱掉是好事，还好铁板保得住啊，一般铁板是保不住了，因为我们的前导线很细，通常都会断。这个全身而退啊，水流开始流动了，现在要开启重鱼模式了。找到目标鱼了，三五班了，我出真功夫哎！哎呀，咦嘿嘿，新斑鱼啊，红红火火啊，大红大紫啊，大吉大利啊！过年年菜的好货色。哎！哇！哇！断掉了！谁啊？鸡毛钓主，花点水鲳，用提心花点水鲳很好吃的。上水面啦喂，嚟嚟，快啲快啲，搭鈎。我爸，烟仔呀，还以为是马鲛，哎呀，失望失望，有点小失望。我目标鱼是马鲛嘛，烟仔虎啊。不过用这个轻型钓具哦，确实很爽，娱乐性很高。那啊，中啊！目标鱼啊，啊，我的目标鱼哦，马鲛，60克铁板哦，60克铁板钓了。小马鲛啊，
一下杆就中了。哇，这条大概有12斤吧。叫黄河鲳，黄河鲳战斗力好强，它一直压杆压杆，一直在船底压杆压杆，它的战斗模式，爽。小心斑，又一条。尖了，新斑，这个小新斑80克，可想而知，这个新斑是多么的贪口。好大的珊瑚斑！哎呀，你来呀！哈哈，红斑啊，红红火火啊！斑呢？哎，尾斑呢？新斑呢？白鱼啊，非目标鱼。呀，珊瑚一类啊！哇！大红斑啊，哇，今天的新年有好料啦，挑大概13公斤这样了，钓后方，结束了第二天的这个北根钓鱼行程。其实昨天呢，因为我们的设定的目标鱼太多了，不是很顺利，结果有一也那个斧头鲳就钓不到，虽然去到标点，探鱼器也照到，底下是很大群的鱼，可是。就是不开口，所以斧头鲳都没钓到，然后也因为又要 popping， 然后又要 jigging， 又要马鲛什么的，所以呢，昨天钓况不是很理想。然后今天呢，我们就比较专注，然后早上去一个橘礁，然后钓一个3-5条马鲛，然后就快点撤，集中时间，集中火力在那个轻型铁板钓那个七星斑，哎，成绩还不错，今天还可以钓到20多条，而且体型也不错。好了，就这样结束了我们这一趟的行程。祝愿大家在这个华人的这个新年里面啊，新年快乐，万事如意，身体健康，生意兴隆啊，顺顺利利，发啦！感谢大家的收看、关注与点赞，拜拜。